滑雪真的很攰，好攰，要不斷咁樣起身，再點樣啊？係啊，起身是很難的。哇！你唔好掟我啊！掟我，快啲嚟！哦。在下面等啦。你去，你去，你喺下面。我去等噶啦，唔喐咁啊，有乜讲啊？哇！一齐跌嘅。你整好快板先，系。我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晏昼三点啊，已经是太阳，唔好讲太地表啦。我仲喺呢个练习场度练习紧我哋点办嘅。我仔已经跟咗另外一个劲人上咗去嗰条梯嗰度。我话埋今次我都想上去试试一个钟头嘅时间落翻落嚟，睇下够唔够。咁啊，我谂都差唔多 OK 嘅。唉。滑雪呢样嘢真系难搞啊！多个外套多样花费，都几贵嘅。一日嘅 lift pass 咧，150蚊澳币以上。跟住你仲要租一套咁样嘅嘢，一套咁样嘅嘢有大概系150蚊澳币。咁即系你嚟玩两日嘅话，基本上除咗你嘅团费之外，仲要系几多？差唔多300蚊一个人，唔计食。到啦，搏老命啦，搏老命啦！坐缆车第一次，落唔翻嚟唔知点办。不会下不下来。不会吧？我第一次啊，管都能下来。第一次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啊，你也是第一次啊？对啊。哦，那大家就慢慢滚下来吧。等下抓时间点下去。Slow。但是他们说这个不是太难，但是下面比基纳那个太多人了。对啊，对啊，太多了，看看风景吧，上来。好啊，圈圈。哇，哇，好高啊！刚才我朋友跟我说上去2000米的那个，我不知道2000米是什么感觉啊。
2000米。对啊，他说这里有2000米高的。滑雪的人可能經常有些試過，我真的第一次這樣的試過。太高了，這裡人也不少啊。上咗嚟山頂啦，唔知道可以點樣滾落去啊？下面就係咁嘅樣，呢度就係個纜車，點樣可以滾落去啊？好驚啊！慢慢嚟啦，我拍唔到 video 啦，我只能係專心咁去滾落去。唉，男人唔滾都唔知道真係身體好，唔滑雪亦都唔知道自己身體幾咁唔好。唉。要锻炼身体啦，真系好喘气，兼且我觉得我今日滑雪用嘅所有嘅运动量系我一年都好似冇出咁多汗，证明我运动得太少啦。好啦，我滚落去啦。希望你等下见到我系可以滚咗落去啦。好，快六年我滚咗落嚟啊！我唔知跌咗几多次，我谂有。超過10次，但是都滾了下來。在這個大斜坡的地方呢，你其實更加好滑一點的，因為斜坡更斜，你有一個加速度在這裡，那就沒那麼容易即是兩下就停啊或者怎樣咯，這個是好處來的。但不好的地方是怎樣呢？我真的要說錯，坡它的街中間有些地方不是雪來的，是冰來的，硬到啊，去路尾真的跌到我屎忽攤攤腰，即是尾龍骨啊、手啊、手腕啊，哇，痛到阿媽都唔明得。不過翻到嚟，我滾咗落嚟啦，安全咁樣滾咗落嚟，即係有時間我仲想去滾多次嘅，真係幾過癮，但係我而家要揾翻個仔先，因為個仔唔知喺邊度，係啦，睇下揾唔揾到個仔先。好啦，轉頭就應該是執嘢翻酒店，今晚8點打邊爐。咁啊，喺 Elvin 大叔今日的視頻咧，就應該是到呢度啦。因為我都冇得點拍，因為我唔識話，只能停低喺度固定機位嘅時候先可以影。好啦，多謝大家收聽我視頻，我哋下一集再見。其實我下個月仲會有滑雪嘅。應該都會去多。好啦，係咁啦，多謝大家收聽我視頻，下集再見，拜拜。